耶，圣诞节到了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烤全鸡。对，圣诞节就是听说国外都很喜欢吃烤全鸡嘛，是吧？那烤全鸡，好吧？小花，圣诞节呢？没看过圣诞节哦。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厨房，对，这真的是一只全鸡，你看，完全是烤全鸡。然后其实步骤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只要把它洗干净，因为不用调味嘛，给猫咪吃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不调味。烤全鸡耶，好酷哦！这我们待会猫咪可以吃，人也可以吃哎。对，怎么掉下来的？它从哪里掉出来的？是的，我们这个高丽菜的目的是要让它来吸附那个油脂，它待会烤的时候会一直有油脂喷出来。嗯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放进烤箱里面。好，开始。哦，稍等个四十几分钟。对，要47分钟。等烤鸡完成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今年的圣诞装哦。哦，披肩的感觉。哦，这是披哦，只要披的就好了。对对对，这很简单。那小花穿什么 size？ 是 S 啊，小花的小。哎，小花来，不是要这样绑吗？对对，要这样绑。对啊，等一下。他不想当圣诞猫猫。他很能。哦，好可爱啊。哎，他个头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哎。圣诞小花，哎呦，那匍匐前进。我们决定帮他换另外一个造型。耶，他知道，你知道这怎么穿吧？这样子啊，他下面手要穿过去。对不起，好可爱哦。等一下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哦，可爱很可爱。小花，圣诞老人哎，哇，好可爱哦你。哦，圣诞老人好惊恐哦！这圣诞老人遇到坏小孩吗？超级惊恐！圣诞老人退场了！圣诞老人，圣诞小花，圣诞小花不玩了！哦，做掉了！啊，换柚子是不是？柚子很可爱。小花来跟着。小花又不穿。柚子好嗨哦，在甩头。啊，没了。其实我们买这个啊，还有个目的，就是因为露露很少穿衣服，因为露露穿衣服很难穿。但这个就是比较方便嘛，嘛套上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给露露穿。妈妈在那里。来，等一下，来。哎。圣诞节啊！圣诞节快乐哦！帮穿圣诞披风。来，不要。穿这干嘛？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哦，你很少。很可爱，露露。穿这种衣服对不对？露露首次穿圣诞装。哇塞，你超可爱。露露。你要来我这边吗？他是觉得蛮暖的啊。你喜欢、啊？因为刚好最近这间房间很冷。等等哦，好撒娇的。穿这衣服在撒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一直撒，他一直呼噜哎。对，你这样好像在对艾玛露露呼噜哦。他看着露露在呼噜啊，看着艾玛在呼噜。他们两个超近的。嗯，你看艾玛，艾玛撇头，他觉得不想看。可能觉得为什么要对我呼噜？对。接下来这一款给艾玛的，不知道他穿不穿得下，有点小。你看他现在跟露露超级近，对，跟露露超级近。啊，有让他吃吗？可以，好看吗？蛮好看的。阿妈，好圣诞啊！哎，你们两个现在是圣诞的双猫组哎。对啊，你们是圣诞双猫组哎。嗯，好可爱啊，露露。
哇，你们两个很好嘞，一起吃东西，一起过圣诞节。哇，这画面很温暖。阿玛很可爱，哎，阿玛，要回去睡觉了。阿玛，等一下吃烤鸡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吃烤鸡。叫我帮晚上带这个。好，晚上。晚上，你要上班了吗？看起来人模人样的。哦，又是你在这里，你吃醋啊？那吃醋？很帅，很帅，没有，你刚穿过，没关系啦。你先这样给我，给晚餐啦。要不要？这也蛮好看的啊，好像蛮……哦，你好像皇子哦，怂啊！柚子，柚子不错啊。扮小花没有哎、欸，小花自己不穿，给他领结。哟，很可爱哦，不错不错，可爱。这个是以前 Sofus 有带过的，对、哦，所以我们再给他带一次。而且他这间房间，你看，嗯，也有布置。重点是，你看下面，猫砂盆旁边也有布置，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有圣诞节感觉。说，你看，这都在里面吗？都在里面，看不太到哎。来，我看看你的头。哦，你好像在。掏鲨鱼的肚子，二子啊，圣诞快乐哦！等一下吃烤鸡，换位置啊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没有灯你就消失了，消失了，你消失了，消失了，照片吃圣诞树，到底不可以吃，到底，你饿了，等一下可以吃烤鸡啊，到底，到底，到底我们帮你找到。适合你的冬季点缀，真的很美。这只好像是给三角戴的。我的烤鸡出炉，哦，好大！来，晚上晚上，你看，好好，你看他站起来了。小花，等一下，好像很小花，超级兴奋，是不是？我们看，柚子也来了。我们看两个圣诞节烤鸡。来，你看看你今天的晚餐，先让你看一下。有没有大？还有晚上，晚上，晚上看到鸡吓跑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吓跑了？为什么？露露来看肉了。露露衣服脱掉了。哎、欸，露露啊，你看这是一只鸡，完整的一只鸡。哦，我待会料理完再给你。好，再这只阿玛，你看看，阿玛头一只。我、哦、头很，它很香，觉得很香哦。阿玛爱鸡啊。阿玛，阿玛。好好好，阿玛，等一下切给你吃，舔舌头了。哦哦哦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好，待会再帮你切，好，待会帮你切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太香了，香到躲起来。Sauce，Sauce，在哪？在哪？又在哪里 ？Sauce， 哎、欸，看不到他哎。好了，给 Sauce 看完了。好香哦，是脆脆的皮。哇塞，这皮是脆的。那我们一片一片切开给它。香汁，哇塞！对，现在像手扒鸡一样。对。好，撕一块肉。我先撕下来。分装给他们。对。真的很香哎。好香哦。而且很嫩哦，我光手这样子我就知道它那个嫩度是很嫩的。嗯。我们的圣诞鸡肉大餐分装完毕。对，烤全鸡。好，走，小花。好、哦、来哦，哦，小花最爱，对不对？来，柚子来吧，柚子来这边给你。哦，三角来了。哦，柚子吃了。哦，真的喜欢呢。嗯。圣诞快乐啊，两位。三角也想吃啊。三角刚刚撕碎一点，刚刚忘记给三角看那只鸡了。嗯。吃了。吃了。哦，烤全鸡很成功、哦，嗯，超成功的，哇！来，直接给他一碗嘛，来，给他一碗，来给你吃。好吃，很长，圣诞快乐！三角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对啊，然后我刚才喂他吃一两口，他还是继续吃，拿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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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刚刚那只鸡哦。阿玛，我来帮你剥。你看，给你吃。
这里。但他好像不需要你帮他。这里，这里，让我自己吃掉。人的人跟猫可以一起吃。让我自己吃掉。嗯。你给他吃啊，你给他吃啊。不要抢食。哎，我跟他一起共度圣诞呢。哦，这个超好吃。来了，来给你吃。哎，大家都爱，每只猫都爱，喜欢。没事啊，猫都爱，真的。你要不要帮他剥？帮你剥一点。露露啊，来，你的圣诞烤鸡哦，烤鸡餐，帮你分装好了。有啊，这算有在吃啦。到底圣诞快乐，到底。嗯，吃进去了。很喜欢呢、欸、Socks 很喜欢呢、欸、圣诞快乐哦 Socks。 我们今天这个料理就非常的成功，对，好、啊、大家自己在家也可以帮猫咪做一个全鸡餐啊、嗯、就是猫跟人一起吃的全鸡餐，对，哇，因为这个绝对是够的。哎、欸，小花还在这里，他可能还想要、这个、你还想要，那我再剥一点给他们。哦，吃了吃了吃了，好，大家圣诞快乐哦，圣诞快乐！特地，圣诞快乐、哦！为什么里面在叫啊、嗯、？Socks 现在在画面上，在哪里呢 ？Socks 现身 ！Socks 在这里 ！Socks 在这里。七七呢，就是冰室猫，我的第一只猫，它呢就是一副长得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样子。